各位歌手，我们将开启限时交流环节。每位歌手在限时60分钟内可以自由进入房间与原创音乐人交流，并给喜欢的歌曲送出唱片表达意愿。他的词很厉害，我就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哦，好洗脑啊，好喜欢，不是？胡同小巷打闹的那种。我可能试试看。哇，这首歌大家要抢死啊！这歌真的好听。本期爆灯规则不变，每位歌手只有一次爆灯机会，每首歌最多被爆灯一次，先爆先得。就是你别爆。哦，谢谢。到那个点，他说现在你可以爆灯了，你就过去抱住他。对，抱住灯啊。对。如果我上一期不在的话，我可能就还好。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大家在刚刚答题的成绩决定出发顺序，答对多的率先出发。率先出发的五位歌手分别是周深、薛之谦、黄子弘凡、张靓颖、李嘉格五位。现在坐立不安，我就准备好了，欢迎小曲儿，欢迎光临。万一没有人怎么办？先来我这儿啊，我是第一个房间的，我是老陆啊。请五位现在出发。哎呀，就出发了。哎，你没必要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看他抢哪首哦。朋友们，我们等一下再见哦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喂喂，不是，我要看你抢哪首啊。不至于吧，不至于吧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就是你有喜欢的你就给他你的 CD。OK。哇，没必要吧？喂。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Hello， 你好，这是我的六张唱片。六张唱片啊，谢谢你。你记住，我是第一个给你 all in 全部的哈。我今天只 all in 这首歌，我其他歌我一首不要了。好的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这首歌确实是截止到目前是我内心中非常有感觉，且我想立马 all in 加爆灯的这样一首歌。我觉得无论从旋律还是从歌词的表达，它其实都非常的符合我的一些情绪。欺负我年纪大是吧？哎妈，我来这修黑板的，黑板坏了，你来干嘛的？嗨，你还有心情来？你不先去道歉啊？我待会儿去道歉啊。跟他一块去。我多留点时间道歉啊。Hello， 万万没想到，就是我刚才在这儿这个房间里祈求了半天。哎，姐，先分你我一半了，谢谢姐姐。我，你们啥都没带就上来了是吗？我是过来动一下的，我先跑了。周深老师就这样走了是吗？哎，周深跑了，周深跑了。我觉得歌很好听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和支持你们，谢谢，表示我由衷的支持和真棒。请歌手刘端端、陈立农、孟佳、单依纯、门妮出发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不是最后一个，咱是一块的。这是你六张碟片，你可以不用全给一家，你可以给很多家都可以。请进。没有人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你刚刚的那个 performance 非常的完整，哎，感觉你已经全部把舞蹈跟那些都已经想好了。我除了这首，我觉得我没有选择了。真的吗？真心，我的心全都谢交给你。你可以不用全给一家，你可以。你把所有的都给我。对，不看第二首。我要定他了，他是我的。我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的话，我就是一定全身心全部都去投入的那么一个人，一片担心。一片担心。我本来是想着多去几个房间，但我听到这个歌了之后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他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可以来我这边。是谁？我请进。你好。Hello， 老师好。我是来表达喜欢的啊，谢谢老师。你们这个歌太美好了，我好喜欢。
对我们这个歌放的时候，全场所有人都觉得很喜欢。哇，我觉得他已经太好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带来更多了，已经太好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我先撤了啊，你们聊。我是来争取的。好，我是来争取。请坐，请坐。你应该不认识我。我知道你，文妮老师。我先说一下我的一点小想法。嗯。因为我是南方人，我想是一个南方版的高楼大厦之间白领们的世事吧的故事。嗯，我觉得它能够影响更多人。嗯，就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些生活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是我对您的喜爱。谢谢。这个。Oh my god！ 哇。好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今天我勇气已经用光了，在您身上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剩下的就留给 Social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该说的也都说了，嗯，全都说完了。我们等一等其他人。好，好，然后我去二号房。行行，好吗？你去打招呼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选我哟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记得选我哟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又遇见你们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三号在哪来着？三号这。是这儿吧？好嘞，你聊完了吗？你聊完了。他一定会选你的。去另外一个。我又回来了。聊完了。啊，来了。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啊。然后我刚其实说了很多，我也都。喘口，喘口气，喘口气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听，然后也很打动我，有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童趣的那种美好。嗯。然后这种东西它一直都很打动我，就它很轻松，可以让我们在很多现在就是当代，很多就节奏非常非常快或者压力非常大的时候，而且今天我们听 demo 的顺序也刚好特别巧，就在很多可能比较炸舞台性的歌，然后突然来了这首《试试吧》，你会觉得哇。感觉就在你特别闷的时候，像白开水。对，天气特别闷的时候，然后你突然就有一股特别凉爽的风吹过来，那个风还不是热的，所以它不让你难受，让你觉得特别舒服，也特别像那种就是很多人不是在试香水，在试味道的时候，然后闻一下那个咖啡豆，让自己忘记前面那些味道，就一下把你唤醒你所有的感官，就那一下你就觉得哇，这首歌就好比刚好强，所以我很喜欢。但我唯独我有点纠结就是中间那个 rap，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它会是变成一个比较什么 melody rap 的一点东西的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就这块我觉得如果您是想就是您单独一个人完成这首歌的话，那这一段当然就是您怎么舒服怎么来。然后我就是我也会给一张 CD， 然后就老师选，谢谢，人家可以考虑考虑我。好，对，我每个人都有被这个童趣简单的美好打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选的，这是我很多时候需要。谢谢谢谢，很喜欢这首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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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请进。可以啊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，端端带过来了。Hello， 老师好。欢迎我们俩。我是来主动表示对这首歌的尊敬。这有五张，这有五张。啊，对，五张。我们俩一人五张。啊，对对，我有五张。啊，但是你不要有压力哈，因为这个不要有压力啊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因为咱们可以待会儿如果深深他来的话，他来过。您不知道您表达的是什么意愿，他愿意去唱吗？他又给我一张他的一张是吧小碟片。对，但是我现在在纠结，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挑战脑啊那种歌。脑是那首那什么 Watch the TV， 我觉得深深不会。我觉得那首歌应该是孟佳佳佳的。我觉得是周深的。啊，我觉得是周深，周深很喜欢那首歌。这里凉快吗？这里凉快吗？不凉快。好像比外面稍微凉快一点。那你不要看吗？老师，您是来蹭空调的吗？太热了，大家不热吗？坐一会儿，我给大家扇一扇。你选了哪首歌？我选两首歌，一个是那个八六拍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郭冠廷那首。我随缘了，我随缘的其实。你现在比较期待谁进你房间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呀，女生有女生的感觉，男生有男生的做法。我不影响你们了，我去黄果仁那里，我要到现在去呢。好，在四号。四号房是奋力一搏，就伦哥那里。哎，请进。哟，老师。
看到你了，太想你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王老师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哎呀，也太棒了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我是丽农，坐嘛坐嘛。老师，我主要过来打个招呼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内心，然后非常的男生。亮颖啊，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女生哎。比如说啊。其实她是女生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的。没人会理睬我。没人会理睬我。想做梦。想做梦。怕真空。怕真空。想不通。想太多。想太多。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当初没有想写得很硬，它阿呜很特别，就会让大家记住这首歌。那我听一看丽农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你怎么谁都要听的？当然了，不然我怎么选？你也不问我们要不要选你啊？啊，也对。啊哈！啊哈！好好玩的，他超级好玩，真的。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单依纯老师。你可不可以把薛之谦带出去？带出去！我来！快点把他带出去！抓他！出来！抓他！走！来，我们走了，快！我要吓死了！这个节目太好笑了。彪彪。今天对哪首歌比较感兴趣？六啊。哇，唱得好好！这是 number one， 一听就我觉得这是我的歌。今天的战术是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经历过第一次的慢，那我也来了啊。第二次的早，我第三次一定要准时卡点卡时，在这等多久我都要等下去。终于知道游戏规则了，对于一个游戏黑洞来说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今天一定要拿下自己喜欢的歌。势在必得，势在必得。我怎么摸鱼啊？我在干正事儿，真的，相信我。哇，天哪！啊，经历了第三季之后长大了。哇，呼叫小袁，还多久？估计明白了，不好说。聊那么久啊，嗓子有一点激动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哎呀妈呀，没想到还在哈、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话太多了，你可以再等两分钟 ，OK， 啊，怎么这么热？络绎不绝啊，这个屋有点澎湃，对，有点澎湃，有点澎湃，万万没想到，反正无所谓，我要是不在这个房间，我应该就在那个爆灯柱旁边，所以说我现在反正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黄子老师，哇，就是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就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幸运，我在前三期节目有遇到自己真的就是这么喜欢的歌曲，比较颠覆我这个大家对我的了解，虽然其实很多大家也没有对我很多了解，因为我其实也没有代表，我还算是了解你，我还给你写过歌词比稿，但是你没有选中，No， 不是，他可能因为就是哇太多了，可不是。不，但是总而言之，缘分就在这儿，好就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对，总而言之、就是、好的，没关系。对，好的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对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等待最好，就是不是不到时候未到。嗯，他可能会迟到，但是他永远不会不到。好的。所以说就是我录了这第三期，我从来没有爆过灯，但是反正我一定会去像刚才第一个赶到这里，第一个赶过去，然后去爆灯。谢谢你，我想听一下所有人。当然没关系，当然这一定是这样的。谢谢你的喜欢，这个才是对这个作品的尊重，我才更加的认为就是。这个作品它必须值得这样子去做，和经理握个手吧。对，谢谢，也是我的荣幸跟你。是的，然后接下来祝你们顺利，无论结果是什么样，这首歌曲一定会有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归属。然后对，也祝它一定能成功。然后如果能是我的话，我一定能够把它做得很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拜拜，我去那个爆灯柱旁边溜达了，别告诉他们我在那儿哈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呀，啊。我在逛街，哎，你在逛街，我也在逛街，好热哈、啊，好热！今天为什么忽然这么热？空调坏了？有道理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，真有可能。停电停了，空调坏了。怎么了？妆化了吗？我妆现在反正你妆你的有点卡了哈。我倒还好，啊、你这眼纹眼就笑太多，对，笑太多。我是不是也卡啊？你没有没有啊？你真没有？真的？没有，你真没有，你一点不卡。优秀。
平时拍古装戏穿热衣服可能穿习惯了那种。哦，那真是抗热能力比较强。我觉得我们是往这个口子上这儿走一点，可能能够凉快点。越往那边越热，这边热，对，这边热。我其实我说句实话，其实刚才我还很喜欢这首试试吧。哦，试试。哇，太好了，就是无论是它的词、它的旋律，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在感受到那种很纯真啊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很小时候的那种声音都是。哦，对。倒计时，倒计时，倒计时，30分钟。就跟门老师来聊，他说那个他想弄一版那个南方版的，我觉得也可以啊，因为这歌讲得很北方，各种斗智斗勇，这不是英宗吗？怎么居然会用到心眼这种东西？我就是我。哎，老薛，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很忙，你如果真的没兴趣，你可不可以到别间去啊？快点啦！他在路上说超爱，他不爱了，他是来闹我。我们现在道歉，刚才都不礼貌。没有，我是爱你。如果是周深跟你，我会选周深。真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当年生日，他帮我庆生过。哇，是不是？好，对不起，那我做了一个决定。周深留下，其他出去。周深留下，其他出去。我是一个这么随便的人吗？你就是一个这么随便的人。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因为太慎重，因为这是我的压箱宝。其实有多少歌手给我拿，我都不愿意。哇，太好了。对不起，容我做一个考验，选出你们四个谁可以来唱，好不好？老师。我还没有决定要选择。就你们两个，太有礼貌了，是吧？你们两个来做一个决定。好，周深，你想要吗？啊，算了。哇，更有礼貌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个比较严，就我可以纠结一下，比较混的。你要不要？他们俩要不要？你们俩要吗？好不好？你们俩要吗？我现在只到了黄国伦老师的房间而已。你们，你看，你看，出去。好，来，打扰。你知道有老薛的地方，完全不听我们的话。有老薛的地方，我们能够好好的选歌吗？很难吗？真的是，你就要把他赶，我帮你赶出去。你快来，周深，周深，哎，快出去，哎。哎呀，不要推我，推我干嘛？你怎么能拉我出去？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拉我。真的从黄二屋出来全这样。哎，你们去过黄国伦老师房间没有？发生什么？去吧去吧，很好玩的，很好玩的，超好玩的。我现在不敢去。我有一个角度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我对音乐的偏执，我觉得很自私，因为年纪也不小了，还需要父母的接济。但是我在家里面自己写歌。你写了几年的歌？10年。10年的。但是我一直都是把它当日记。我懂，最近才出来，想要往歌手来发展，是不是？错了，我最近才开始敢于把自己的宝贝们去卖掉。啊，你有很多压箱宝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对，我想用一件事情来鼓励你哦。对我来说，我人生最大的奋力一搏，就是我在2017年9月23号。我人生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，我就去挑战鸟巢。鸟巢演唱，我们都知道。然后我给你看一个画面，我觉得我要鼓励你，没有不可能。这首歌是我鸟巢当天在现场，很多人都说我的鸟巢不会有人来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开过演唱会的人。就那一天，从来没有开过，没有开过个人商业售票演唱会，第一次。你看，现场来了8万人，太厉害了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有时候人生是这样，不要怕，勇敢去做。下一句送给你，
烟草味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何德？我是何德何能？怎么可能？美梦竟然成真。OK， 不好意思，很棒，芬妮。视频的画面转到所有的粉丝拿起荧光棒在那挥舞，我太受不了这个了。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发的拿手举起来，这个行为会给在台上演唱的人巨大能量，然后我就突然忍不住了。今天可能你遇到我，我要鼓励你。好，有没有人选我，我都不在乎，我是为自己唱的。但我要找到一个很能够感受有这样心情的人来唱，他才会珍惜这种感觉。梅妮的身上，他有那一种时而怀疑，时而短缺，但是他愿意拼。我觉得这就是奋力波。到底有没有人来？没有人来，我就自闭了。啊，他们从那走过来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哎，原来我没有手表。啊，我听到外面有声音了，我直接把周深老师拉进来吧。Hello， 周深老师，稍等一下，我手表掉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哇，真的我，啊，怎么了？就没想到我会过来，对，因为这个风格很不太是我。啊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让你改变一下，尝试一下，真的。一样，因为我听完这个，我是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心态会表现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很喜欢。而且是吗？我演唱的风格当中，这样的风格很少。但是我一直其实我经常会在去寻找很多有律动感，然后又不会那么多给别人压力，那种压力不仅是来自音域的压力，或者是编曲的压力，或者所有整个音乐呈现的那种压力。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就有我想要的那个气质，就那种别人听完就很舒服。就缘分，因为我写了真的是留了四年。对，我也好奇是为什么留了四年？留了四年没有卖出去，还是从来没有投过？没有投过，因为我个人是我会跟唱片公司商量，我说要不要发这首歌，他们一听觉得，哎呀，我不太可能不太市场。啊，对，其实当时只有副歌的，哎，这是不是完整的歌词吧？对，我们那就只有这一段，你后面还有唱另外？哎，有啊。哎，对，你看我完整的副歌是好唱的，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改编的空间的。因为现在那到时候你会跳舞吗？爆灯，这个我还没有想的那么远呢，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好，我现在是给我的小唱片。哇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就等一下，如果选择记得选我。我感谢你。等一下，会有老师会过来聊的，不要听他们。那你要把歌词放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拜拜。哎，你的笔，我掉了这么多装备在上面。好的，拜拜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有点如愿以偿了，但是，是不是周老师真的会选我呢？啊，周深老师真的会选我呢？还是说，叫什么？客气一下。但他第一个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很好。刘老师，你好。你要进来聊会儿吗？对，我就是那个啥。真的吗？二皇子殿下要来了，殿下。我因为啥？啊，因为我请进。我先不敢进，因为我怕他那个。那他待会儿他有那个爆灯的时间啊。哦。如果我错过了，我就会被抢走，就会。好。您等我。好。等我，我就等我，等我。OK， 进去了。耶。我在门口逮到了刘端端老师。就是我们的皇子殿下，二皇子殿下。不是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先让他给我一张 CD 啊？嗨，他不会唬我吧？他说他等会要过来，我应该先拿一张 CD。大意了。
嗯，哇，二皇子殿下好高啊，起码有1米8、1米8几。哎，刚刚镜头有没有看见我跟周深老师谁比较高？我上一期说每个爆灯一定要用，但我觉得我这一期我不用爆灯了，我觉得我要去我喜欢的歌曲里面，我每个地方送一张 CD， 然后随缘给我的小唱片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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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我其实也是过来跟你打招呼。对，有个更不幸的消息，你不是也是打招呼的吗？我也是过来打招呼。但是啊，我们都觉得你这首歌很适合深深，然后很好很好。但是深深呢，你们不把他薅过来吗？啊，来了，来了！我怎么老遇见你？来了！我们俩表达过夙愿了。我是过来打个招呼，然后顺便跟他讲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。你们是来推荐我的。关键是他说他没有来，他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拖过来？对，就他在楼道里好好认真的在看你的词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好？那我也不怎么好。你看这个人只会在旁边扇风。对，我的点火。哎，我没在打火机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你们聊吧。嗨。嗨。不见。哎，你坐过来嘛，不要那么远。因为太熟了，反而不知道该聊什么。因为我们很熟了。这个歌英文的念法，Every day， 是故意的吗？是故意的。Every day，Every day， 哦，所以不是 Every day，Every day 才有那个风格，对。哦，好多小心思啊！要不要尝试一下？哎，我觉得很有趣啊，而且它是一个给我画面感很强，然后包括你在唱的时候，你其实是相当于带了一个小情景剧了。对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我来到这个房间。你前面来的人多吗？有一些。看来我对手很多，但我还要给出这张唱片。我喜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I watch TV every day。它很舞台性，很具戏剧性，也是我这么多歌里面我没有选到过的这样的风格。Bye。拜拜。喂，有没有人啊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一个人都没有，走廊里没有人。哎呀，我希望是你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哦，有人啊。你好，哇。哎，陈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久仰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，我只是想默默的来放一小张唱片。哇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这首歌受制于我的唱功，其实亮老师唱一下的话会好很多。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适合这个方向，我感受一下，来。记忆之中的对。我说对不起啊，这个调不太熟。是你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对对对对。你爱的人，如果已是别人，放心走，我不知。我觉得冠廷这个看你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唱这个歌应该都对的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。华语乐坛两大diva在我这屋子里面，还有谁？选了吗？没啊，哪儿都没去呢，我溜达呢。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溜达？你溜达呢？溜达？你俩约会呢？溜达？约会呢？好夸张哦！我跟老师们打个招呼。各位请注意，各位请注意，各位请注意，各位请注意。限时爆灯现在开启，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哇，你也是在等这个？对，你也在等这个。我也在等这个。你俩在演什么呢？啊，在演什么？还好他放过你、啊。还好，就不一样。不要打起来了。我手都拍烂了，啊疼，啊。
我要歇会儿，心脏跳贼快。焦虑，然后我就一直担心，我说刚才有没有拍成功啊，包括等等这些东西，所以说我就回到那个房间，就心里能够踏实一点，因为我想进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变动。就是我希望很看缘分，就是我希望说大家都是非常想要一起，那我觉得最好。你真的想唱这歌吗？我喜欢真诚。对，你需要我把唱片留在这儿吗？你愿意留，我当然开心。因为我喜欢这首歌，我没有想要给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，我很真诚的来嘛。对对对，我来表达我的喜欢。对，当然我也很想唱这首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对。对，我收下。谢谢啊，没关系，这一切都可以。我收下，是 OK。我自己想一想，我要排一排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撤啦。我更希望和创作者双向奔赴，我希望我们都是彼此的首选，他愿意把这首作品交给你去表达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我想要自己有那个信念感。对，周深，哎，快救救我，快来。咋的了？因为如果这个没有，我就没有歌了。啊，对，是真的，我都给他了。都干嘛？都进去吧，都进去吧，反正闲着也是。Hello， 嗨，我让他帮我说说。我们来了，我好啊，我好纠结。对，他超级纠结你。啊，薛老师帮帮我，教你个最好的办法，因为现在这么多人都选你，对不对？谁都不给。回家是吧？家。我要表达一下，我很喜欢，我没有给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。哦，名不行，明白明白。不是名不行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名不行，名不行。啊，我是不行，我是不行。哦，不行啊。啊，您不行。有礼貌呢。下次。哎，你选了没？没有啊。你也没有啊？你也没选。我来表达喜欢了。这我表达我喜欢是了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要表达我的喜欢。你们让他选的时候，你们更多了。嘉格，他不是来帮你的吗？嘉格，嘉格，你看你这么大的局面，嘉格，这都是你的帮手吗？他们变成了帮凶，救命！他们是帮凶，我觉得完了，肯定不是我。交流时间到此结束，请各位歌手立即返回听选大厅。那这个 all in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我就一直盯着圆那个字，我在想，哎，圆这个字竟然比音乐要大，所以我就相信了一下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原创歌曲匹配环节，首先有请一号房原创音乐人郭冠廷。我想把这个选择抛给两位，就是可不可以合唱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商量过了。我觉得正好冠廷的这首歌他也喜欢，我也喜欢，那我们就不如合作一把。那我当然非常开心了，我也没想到。有请二号房原创音乐人胡梦舟。是我跟胡梦舟也相对来说我们之前合作过啊，我会觉得哎，脑这首歌可能会是我的，就开始抠手指了，我就。森森老师对不起，森森老师对不起。哦。三号房原创音乐人陈童言。那我选择嘉格老师和门妮老师，我可以。我 OK。四号房原创音乐人黄国伦，无人选择。谁？黄国伦老师没有人选。你不是去了吗？五号房原创音乐人郭嘉琪。王子红凡。好的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六号房原创音乐人陈胜宇。我写了四年这首歌，留了四年，就是在等一个有缘人，就是我们的周深老师，他是第一个冲进来的。哦，当然是选周深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万众瞩目的爆灯环节，原创音乐人胡梦舟的歌曲
脑有一人爆灯，孟佳。五号房原创音乐人郭嘉琪的歌曲《好的没关系都可以》由两人爆灯，爆灯成功的歌手是黄子弘凡。教练，我手速快了一点。六号房原创音乐人陈胜宇的歌曲《等你》有一人爆灯，哦，爆灯成功的歌手是刘端端。谢谢二房子。最后，让我们有请四号房间原创音乐人黄国伦老师。不用站起来帮我送别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觉得本来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所以我觉得新的一代音乐人起来，才是华人音乐圈的一个福气。原创音乐人黄国伦，有一位歌手启用爆灯机制，表达了他演唱这首歌的决心。他是门尼。哟。注意，爆灯规则有所改变。啊？什么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还不知道啊，喂。我只为你而来。是。我和他有合作过，他有点紧张哎。我要让他唱哭了，乖。我先表示一下，我会抢。我这一期不是很想选歌。我一定会给您爆灯。我想把握这个机会。你说的不会不是我吧？